兄姊妹，大家晚上好。晚上好。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做今天的晚祷。全能真神万福恩怨，就是我心常赞美。求全能的主赐给我们一个平安的夜晚和一天完美的结束。求主向我们大显慈悲，把你的救恩赐给我们。求主使你的仆人正直公义，使你的子民欢乐歌唱。求主使天下太平，因为只有在主里面我们才可平安度日。求主看顾我们的国家，引导我们走真理和正义的路。愿世人明白主的圣道，使万国认识你的救恩。主啊，但愿贫困的人不被遗忘，使贫穷人的盼望不致落空。求主洁净我们的心，用圣灵扶持我们。阿门。让我们来读诗篇六十一篇。神啊，求你听我的呼求，侧耳听我的祷告。我心里发昏的时候，我要从地极求告你，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。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，做过我的坚固台，脱离仇敌。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。神啊，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，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。你要加天王的寿数，他的年岁必存到世世。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。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保佑他。这样我要歌颂你的名直到永远，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。上帝啊，现在夜幕降临，我们作为你的仆人向你的圣所举手，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创造天地的主啊，求你因你无限的慈爱赐福给我们。阿们。全心全意地向主祷告说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从上而来的平安，为上帝的仁爱恩慈，为我们的灵魂得救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世界的和平，
为主的圣教会的兴旺，为全人类的合一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我们的主教，为所有圣职人员和信徒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我们的总统，为世界各国的领袖，为所有执政掌权的人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我们的城市，为每一个城镇和社区及所有的居民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风调雨顺、物产丰盛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美好的大地，并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意志去保存它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在陆地、海上、空中旅行的人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年老体弱的人，为孤儿和寡妇，为生病和受苦的人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贫穷和受压迫的人，为失业和无助的人，为正在寻求合法身份和安定生活的移民和难民，为所有关怀他们的人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所有在复活的盼望中离世的人，为一切已经去世的人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从一切危险、暴力、压迫和沉沦中得拯救的人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我们的罪恶和过犯得蒙宽恕及赦免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为叫我们能在信心里和盼望中毫无苦楚、无可指责地离开人世，我们向主祷告，求主怜悯我们，主啊，求你保守拯救我们，在你的怜悯中以你的恩典庇护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，在圣徒的交通里，让我们把自己、别人和我们全部的生命都托付给基督，我们的上帝。主啊，我们的上帝，我们把一切都托付给你。请大家静默片刻，为有需要的人或事代祷。求主垂听主民的祷告，凡我们凭信心所祈求的，都能真正得着，使你的圣名得荣耀。这都是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阿门。下面我们用主祷文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门。主啊，醒时求你引导，睡时求你保护，这样我们醒时可以与基督一同守候，睡时可以在平安里歇息。愿主赐福给我们，保护我们，愿主使他的脸光照我们，施恩给我们，愿主向我们扬脸，赐我们平安。阿们。我们要赞美主，感谢上帝。
晚安。晚安。